买个礼物送给你，好不好？生日礼物啊！打开看啊！这刚才是鞭炮吧？来，带着带着带着。吓死我了！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有没有觉得很惊讶？来，带着带着带着。吓死你了！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有没有觉得很惊讶？超惊喜！准备一朵花送给你。嗯，情人节快乐！看情人节，然后怎样？是不是好过佛系就对了？你敢在这上面领啊？莲花、啊。莲花嘞、欸，还是玫瑰花、啊？这莲花嘞、欸，莲花要过情人节，可以呀。老婆，啊，今天七夕耶，嗯，我准备了一朵花送给你。什么花？嗯，情人节快乐。看情人节，然后怎样？是不是好过佛系就对了？你敢在这上面领啊？莲花、啊。莲花嘞、欸，那是玫瑰花、啊，这莲花嘞、欸，莲花要过情人节，可以呀、啊。我就不会扯玫瑰花，我不会扯莲花嘛。对啊，就算了。乖呀、啊。窗帘拉上。好的。电灯关掉。赶快休息哦。